2017年世界博茶会定伫3月18号到27号，要伫蒜头糖厂西平的仓库盛大来开始。日前官府举办记者会，伫广场头前布置台式，以舞蹈家表演题目来开场。馆长刘国元带来宾邀请民众来家品茶，欣赏各国茶叶的表演。今年我们一样在3月18号到27号，在我们的蒜头糖厂西仓库群。我们除了展现名虎之外，还有每天都有32场，6个国家，包括日本、韩国、中国、台湾、土耳其、印度6个国家的一个展演以外，另外2个特别的展演叫山光水影，这个完全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浪漫啊，这一天两场，所以所有跟茶有关的器具，跟茶有关的配备，有关的所有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在这次的博茶会里面找到。我们3月18到27号，短短几天，我们预计一定20几万人来自国内外。我希望我们所有喜好喝茶的好朋友，以茶会友。馆长指出，今年的博茶有来自阿根廷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韩国等等18个国家地区展出，同时也邀请到日本、韩国、中国、台湾等地域的名家联手来展演地域之道，丰富热闹的活动，希望会当让今年的博茶创下超过20万人的好成绩。台湾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